温度好唔同咯。哦，系啦系啦，系嘛，冇乜太阳啊嘛，系冇用妆又唔使补妆补头咁样，系舒服啲嘅。我哋嘅发型师同化妆师都舒服啲。讲唔讲得噶？呢、這个问题你要啲高阶啲嘅人可以答啊。几个钟头你就知道噶啦，系啊。有提名就已經很開心啦，即係攞到獎係其次啦。同埋我本身是很緊張，從來都冇諗過在呢個舞台上面可以唱到歌咯。咁已經喺今次在台上面要唱歌啦，就已經很開心。跟住仲有一班兄弟在身邊，就冇咗嗰個緊張感咯，就好似加上九展，就好似翻咗自己屋企度。依家開 concert 咁啊！係係。想就梗係想啦，咁話曬就有得提名或者有得攞獎係一個大家嘅肯定嚟噶嘛，咁我相信大家有份參選參演嘅一定想參選嘅，係啊。Ethan 同阿姜同，咁我相信好似 Lawman 所講都想嘅，因為始終係一個肯定啦，同埋我哋每一位都好想涉獵喺電影嘅方面，好想做多啲演戲上面嘅工作。咁希望未來我哋每一位都有更加多呢啲機會咯。咁經過今日嘅表演，可能就會多啲人、多啲行內嘅導演們又認識咗我哋，咁可能有機會幫我哋拍電影。想唔想？一個字，想定想？準備得真係如火如荼，如火如荼啦！依家都去到八成九成啦。啊，咁多咩有？七七八八啦，有七七八八啦。有咩最辛苦啊？依家系个时间真系始终都系每次排 show 去到就开 show 嘅时候，都永远都系发觉争几日就争几日，都系唔够时间排练。我觉得依家争时间去各自做唔同嘅 session 啊，或者小组嘅练习，想偷时间去练习呢件事比较困难啲咯。我觉得。身边有冇人再搵你哋？再咩啊？未有，仲未有，希望遲，希望唔會有。我希望有，希望唔會有，遲啲都唔會有。係啊。另外咧，可以人，你哋有不和傳聞？有不和傳聞咩？有啊，啲 fans 喺度話你哋點樣打天啊？要澄清啊！邊個打邊個天啊？我只歌，唔係我要澄清翻，因為我想我只歌係有啲聽力嘅問題，咁所以咧就要行前講，所以係關於人。依日嘅時間咧都係 on time 嘅，咁所以我只不過係好新鮮嘅啫。支持我哋新，支持 Jeremy 新歌九九五。假噶，佢仲話有米芝蓮嘢食，我哋都冇得食米芝蓮啊，邊會有米芝蓮咧？